全球热点，盘点非洲风云。这里是新华电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非洲精选》。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一带一路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点。众所周知，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特别是经济关系中，非洲的地位和重要性都很高。如今在一带一路愿景进入落实阶段的大背景下，中非关系也期待着更大的突破。那么中非合作与一带一路有着怎样的关系？一带一路能给中非合作带来哪些新的合作机遇呢？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曾经常驻非洲的新华社记者王璐，来和我们到演播室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王璐你好。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不久，一场有关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合作的投资洽谈会在中国天津举行了。这个洽谈会的名字有点长，第九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科技国际融资洽谈会，即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投资洽谈会，名字确实很长啊，当然意义也很丰富。6月17号，来自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南非共和国等10余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围绕各国的发展需求、投资环境、投资政策以及投资项目与中方企业代表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期待在经贸文化领域的深入合作。下面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投资洽谈会作为第九届中国融洽会的重要分会内容，由天津市金融工作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天津市分会等主办，目的是在推动国内企业深度了解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的意义，契合国家政策，抓住发展机遇，走出国门，走进非洲。非洲国家的代表表示，尽管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很快，中非投资合作的潜力还十分巨大，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会给非洲带来新的机遇。We believe that through such cooperation,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from China and from Tanzania can go to do business in Africa and my country Uganda in particular.But of course,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e One Belt, One Road, philosophy is really by and large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across borders and beyond China, up to Europe and up to Africa. The key ingredient of which is trade and investment. You know, offshore oil cooperation is involved in oil production in Uganda, China Gejoba,Sinohydro and China Water are all in hydro power generation. China Communications is in road construction. Huawei is in telecom in Uganda and ZTE also in telecom in Uganda. So some of the biggest companies in China are already in Uganda and involv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据了解，目前基础设施薄弱是非洲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挑战。目前中非之间已经签订协议，帮助非洲完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区域航空网三大交通网络，促进非洲实现工业化。中国非洲经贸投资促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需要发挥中非各自优势，既充分考虑中国自身需要，又要急非洲之所急，急非洲人民发展之所需。目前呢，我们在这个非洲马达加斯加，已经开始建设这个海洋科技工业城，同时呢，也和刚果金呢，签订了合同，建设中国商贸工业城。但由于去年呢有埃博拉，近期呢也将于8月份哈动工建设。对马达加斯加的叫非洲加电的工程，也就是跨境电商平台呢，我们已经启动。促进呢产能转移，把中国的，尤其是我们天津、河北的哈一些钢铁、水泥，建材项目转移非洲，同时呢，把互联网加外贸的一些哈电商，这种哈平台，推广到非洲，促进哈中非经贸合作与交流。近年来，中非合作发展得很快，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200亿美元，投资存量从2000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近300亿美元，人员的往来也在明显的增长。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看到了，在这次洽谈会当中，很多非洲国家其实针对中国推出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计划，其实表现出了非常大的积极性。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一带一路"非洲可能并不是重点，一个重点的区域，因为涵盖在"一带一路"项目当中的国家，非洲国家非常少。为什么非洲国家还会表现出这么大的积极性？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在非洲实现的和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恰恰是一个小型的一个"一路一带"的一个缩影。因为远在这个"一路一带"正式的这个说法提出之前，中国其实已经在非洲就开始行动了。那刚才你又问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非洲为什么还是这样子的这个积极？因为我觉得它不仅仅是看到了在"一路一带"的这个框架之下，有可能非洲国家从中的一些受益的点。那么在已经之前，我们这个中国政府不断地向非洲进行这个投资啊，还有一些政策框架的一些制定啊，包括去年这个李克强总理曾经访问非洲，在非盟总部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尼日利亚的那个峰会上提出的一些对非的一些几个原则，4-6-1原则呀，4项原则，包括6项投资的一些领域啊，里边都非常明确的释放了中国要即将对非洲进行大的这种从贸易到融资的这样子一个投资的转变和产能转移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和信念。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几项的投资合作领域，其实有点和一路一带上面我们中国提出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领域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产能的合作，比如说这个投融资项目的合作、金融上面的合作、环保上面的合作，还有安全啊等等方面的合作。这些项目其实恰恰正是非洲国家相需要的，其实也是亚非欧国家都需要的。那么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恰恰又是自己的强项所在。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中国正在非洲提倡的这个三网建设，高速铁路网，这个高速公路网和区域航空网，这三网建设其实也恰恰是非洲正在需要，而且是中国正在中国也有能力提供的这个优势项目。比如说高速铁路，那中国已经有了自己非常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而且在世界上能够首屈一指的自己独立的这种高速铁路建设的技术和能力，而且在成本上啊，还有它的这个质量上啊，都是可以拿去和一些欧美和发达国家铁路技术发达国家可以相抗衡的。那虽然非洲可能还不到这种能够这个达到真正的使用高铁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哈，但其实就他们目前来讲，对他们目前的这个铁路速度的提升，已经算成可以是高速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内罗毕的这个蒙内铁路，它的原来的时速只有20-30公里，但是这个蒙内铁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标轨铁路过去之后，它这个时速是可以达到100公里的。那这种提升，其实恰恰也是我们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梦想的这么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点。那就恰恰这些，其实就是很好的例子。非洲国家为什么感兴趣？因为你帮助的其实恰恰是我需要的东西。那在这样子的这个一拍即合和双向互利共赢的这样条件下，为什么我不张开双臂来欢迎你呢？那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在这个无论是在一路一带的框架之下，还是在中非合作的这个框架之下，中国和非洲只要利用好现有的这种合作的基础，不断地利用现有的基础，挖掘出更加广阔的合作潜能。我想，无论是在哪个框架之下，这个合作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希望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啊，有的声音就指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惠及沿线的很多国家，但非洲不在"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范围之内，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力度会越来越小。还有一种说，非洲已经逐渐在中国的外交关系当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的下降，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这个其实恰好是相反的，不能这样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一带一路"的政策的提出是在我们的对非合作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平台的之后的。其实要是这个讲究先来后到的原则的话，中国对非合作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在这几年又这个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201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后，中国对非洲的无论是在贸易往来还是对非的合作各种各样的项目上，已经搭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平台。可以说"一带一路"反而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不能说我们就因为有了"一带一路"的事情，放弃或者是忽略了这个中非合作，而是一个是新生项目，但是另外一个是已经成熟的一个模式。为什么我们讲它成熟呢？因为
中国和非洲之间和非洲国家之间目前已经建立了非常成熟和完善的这种合作互通互联的一个机制，比如说首先就是这种良好的政策沟通。那由于有了这个中非合作论坛，我们知道从2000年开始，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地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召开，包括每一年的这个部长级会议和这个我们知道的还有领导人出席的这个峰会，首脑峰会，都是在政策和这个框架结构搭建上面有非常好的这样子一个前提的。那这样子，这是一个政策沟通，另外是一个设施上的互联，中国和非洲也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铁路建设、航空的这个区域网络的建设，以及这个公路网的建设，包括我们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很多国家都修建了这个公路网，也是非洲。在非盟在自己50年峰会上也提出了希望能够有非洲一体化的这样子一个梦想，那他的非洲一体化的梦想的达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和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能够建成整个大非洲自己的局域的这个区域的公路网络。那中国也是在帮助他建设。那这种包括在航空上面的，比如说已经有海航在加纳已经开了航线，开了直飞的航线。那么从广州到内罗毕的这种直飞航线也开通了。可以说在设施基本设施的这个互联互通上其实是非常畅通的。另外在这个资金领域的畅通也是非常。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这样子一个基础。在这个去年李克强总理去访问非洲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个20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贷款的额度。那不是去年，是这个2015-2012年的这个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我们确立的这个贷款的额度。那去年李克强总理到了访非洲之后，发现这个额度已经用光了，那马上又追加了100亿美金。那这种资金上的支持，强有力的支持和长期持续的保障，为非洲和中国的这之间的这个项目发展提供了很有力的资金支持。那么这一点就非常强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并没有因为一路一带或者其他的一些区域性合作的一些方向就忽视掉中非合作的这一块。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贸易的畅通。我们知道中国是这个和非洲的这个贸易啊，这几年一直是以非常快速的这种数额、数量级、体量去增长的。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之间的贸易额度只有100亿多一点美金。那现在仅仅10多年过去了，就已翻了20倍，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多亿、2200多亿美金。就这种贸易体量的额度可以看得出来是它的增长潜力是有多大。那虽然最近它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在这个贸易互通上面的这种趋势其实是向着更加健康和可持续上去发展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商人在非洲去做贸易啊等等，就是从一开始的都是这种集装箱式的这种货物运输和货物的这种倒卖和贩卖，那其实现在已经向了这种像这种产业化产能化转移，以及这个有这个长期投资潜力和长期投资这种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项目去迈进了。可以说，中国对非洲的这种合作是不容小视，而且是完全不能够被忽略的。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啊，光听我们自话自说，那可能很多人呢还不能够切实地感受到非洲国家对于中非合作的这种迫切需求。近期，非洲国家在中国寻求投资与开展活动的身影是非常的活跃。6月16号至18号，来自肯尼亚、纳米比亚、赞比亚、加纳、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驻华使节就来到了江西南昌，参加第14届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活动。各国大使呢，希望利用此次机会，推动中国内陆地区与非洲国家在更多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听听他们的声音。肯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非洲唯一的支点，是新丝路建设中获得中国资金援助最多的国家。肯尼亚驻华大使麦克金扬九一告诉记者，“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基建、核电、高铁实现走出去，推动肯尼亚地区的基础建设，更有利于肯尼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时能够进一步加深中国与肯尼亚之间的经济政治往来，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We'll have development of facilities, for example, at the port of Mombasa. Already, there is a very big project that is being undertaken with assistance of China. We are also having other projects improving our ports
and shipping services, which will at the end of it becom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o there ar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along the ideas proposed on the 21st or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纳米比亚驻华大使阿贝德在巡讲中主要推介了该国的旅游业。据了解，2014年旅游业为纳米比亚创造了2.4万个直接工作岗位，旅游相关行业岗位数更逾3倍，年增长率为6.7%。Tourism is an area that has got no boundary. Tourists are coming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visiting countries of their own interest.And we have, particularly in Namibia, been receiving tourists from Europe, from Asia, everywhere globally. So that one has got no boundary at all. We have, tourism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I mean, Namibi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s got beautiful sceneries that would attract tourists from Asia in particular. We have a wide range of wild animals, that's one of them.We have got beautiful sceneries. 同时，阿贝德表示，两国建交21年来，中纳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希望在纳的中资企业及华商能够不断增加，扩大经营领域，对纳米比亚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成效。We are inviting Chinese investors to come to Namibia to put up industrial zones. That will boost our economy.We are inviting them also to come and put up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like hotels because Namibia right now we are receiving a lot of tourists from abroad but we don't have enough hotel accommodation. 赞比亚驻华大使姆瓦佩兹表示，中国和赞比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进行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充满活力，希望能与中国内陆地区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探索新的合作领域。Like those two companies that I concentrated on, they are largely in the construction, areas. They're involved in th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and buildings, but there are other areas like you saw. We have got manufacturing, we've got agriculture, we've got tourism. You know, there are other sectors that they could be involved in.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but the other sectors also where the companies from Jiangxi province could participate in Zambia.穆瓦佩告诉记者，希望非洲更多国家能纳入一带一路大战略，从而不断加深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产业转移，给中国拓宽在非洲的经济接触增加额外动力。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because they've seen what the potential, you know, improvements, developments it can bring to their regions. And Zambia wouldn't want to be left behind, so definitely would want to be a part of it.非洲驻华使节纷纷表示，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机遇与挑战中与非洲共同成长，赢得了非洲人民真诚的感谢。同时，两国以经济、文化和情感为纽带，固化和加强中非传统友谊和全面合作。From our experience, with China, we have very, very good and cordial relations. We can tell any person.Who has any doubts regarding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with Chinese companies? That they are excellent, they are focused, they are very hardworking, and they also very responsible.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切身的能感受到啊，非洲国家这些驻华大使对中非合作以往的这种肯定，接下来也对中非合作的这种迫切的期待，但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回到一带一路，如果说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的话，你觉得中非之间合作，中非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优势又各在哪里？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发展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快速高速发展，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拳头就是依靠我们密集型的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大量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这种产能，比如说钢铁啊，比如说
这个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对水泥啊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用料。那恰恰由于这个工人的这个人口密集和我们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这种低成本和低成本的运作，恰恰为我们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基础的保障。那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是特别的适合中国目前现阶段的发展了。对，那中国已经过了这种需要靠这种基础的密集型产业来提高自己的目前的经济实力的这样子一个阶段。那目前中国的这种劳动力的成本，人工成本也逐渐在增加，所以所谓它的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这种优势已经不再存在了，或者说存在的价值已经非常少了。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那也是恰恰之前也有了中国对非合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些优质的产能和优秀的经验给转移出去，而恰恰我们发现转移的这个方向目标亚非拉的这些国家也恰恰是有这个中国之前发展的这些相似的影子存在的。比如说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是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它也是拥有着人口红利和有这样子的这个基础。那非洲就更不用说了，整个非洲的这个人力成本，人员首先人口数量非常庞大，整个非洲有13亿人口，那它的这个人员的工资成本大概现在是我们的几分之一，非常的廉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就代替了中国拥有这样子的进行密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优势。那这种情况下，把我们过剩的优质产能能够输出到这些国家的话，那么能够带来的这种发展的快速的速度，可以说以后可能是很难以想象，对，难以想象的。再加上中国这么多年的这种经验，积累的经验和大量的这种中国现在跟非洲的民间友好的这种程度，可以说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这个意愿上，都是畅通无阻，没有任何的障碍的。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发展方向上，可以说中国向非洲去转移优秀的优质产能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觉得这样子也恰恰能够打破一些人们会想，哦，是不是这个中非合作之间说还有一些所谓的刚才你提到的那些质疑在。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的这个提出，其实也恰恰是跟非洲合作的目前的这个宗旨其实是相吻合的。我们力图的其实就是想通过这种中国在沿线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以及包括欧洲和部分非洲国家在内的一些沿线国家需要的情况下，我们把自己的能量能够输出给他们，帮助整个这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能够富裕起来。嗯，的确是这样。刚才你提到了很多关于目前就是以往中非合作的一些经典的一些东西，包括目前现阶段我们输出这个优质的过剩产能等等，也是为了帮助非洲能够更有效更快速的去发展。但是在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其实在以往的中非合作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国企已经很早就走出去了，但是现在的民间企业也很有很高的积极性，想去非洲投资，到那边去帮助非洲兄弟去建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融资很难，在当地呢要抵抗这个风险能力又非常的差。针对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我觉得你刚才提出的一个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确实是目前存在的。嗯，那目前我们经过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哈，看到截至去年年底，2014年年底，商务部一共有对非投资项目有2900多个，其中国有企业只占了600多个，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的对非投资。可以看到这些年我们不断的在宣传对非的这种投资哈，还有这个民企也的确在中国对非发展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这种曙光，那他们也不断地在进行这种尝试，所以这样的项目非常的多。但是其实在这些的所有的项目里面，成功的大多数是国企的，那民企确实是在这样的竞争当中是处于劣势的。但是我们想任何的事情都有风险，就像我买股票也会赔，是吧？所以说民企在选择投资非洲的时候，也会要考虑到自己能否承担这个风险。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看准你的投资的项目，在这个投资项目当中你是否严格的遵守了当地的法律，是否在这个整个的项目操作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遗憾，那你的操作的手法，所谓的这个是不是准确得当，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自身的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民营企业可能不如国有企业对政策的掌控那么的准确，或者说
能够获取到国家扶植的这个力度那么的强。那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也会经常有这样子的朋友哈，就会讲，比如说一些国企，它可能带来的一些项目，很容易的就可以能够拿到国家的优惠贷款。那比如说一些民营企业，它可能项目并不是很大，但可能是只需要几百万美金的这个项目，但恰恰由于资金的这个方面，就，拿不到这个贷款，或者是他的这个背书不是特别有利，对，就只能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够运作的范畴之内苦苦的挣扎，或者是东挪西凑哈。这种资金链的缺乏其实不是说他缺钱，中国的整体的大环境不是缺钱，而是在怎么样合理的利用好这个流动资金，让他这个资金能够焕发出这个更有更好的这个活力。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对非的政策是非常的优惠的，那对投资非洲的企业，在非洲立足的扎根的这个企业，我们在无论是在税率政策上、资金贷款的政策保障上面，还有我们设立的这个中非基金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在资金上面和政策面的支持，确实是前所未有，力度很大的。但我想民营企业可能他要考虑用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把自身的这个实力加强，能够争取到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和最后的对自己的这个优惠的待遇，只有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够得到双赢。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民营考虑他自己要用自己要自身考虑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呢，我觉得我们可能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目前对非洲的投资，无论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都有这种一窝蜂蜂拥而上的这种趋势。因为大家都看到这是一块肥肉啊，都是可能要使劲上去咬一口，因为非洲未开垦的大陆，我们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啊，也在各种各样的报纸啊、媒体上都看到过，那里是遍地是黄金，遍地是石油，可以去挖掘。但是你在投资非洲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到过，你真正的了解它吗？你知道它真正的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投资建厂也好，你去设立项目也好，真正的了解非洲人他的需要吗？之前我记得我们讲过哈。非洲人是靠需要一个需要他的他需要玉米需要粮食，可是你站在他，你要是把你的玉米地和粮食种在他会被洪水淹没或者是这个不适合他气候生长的地方的话，那你就是白投资，辛苦的白忙一场。所以说一定要投其所好，一定要非常了解，知己知彼。那这种情况我们发现在非洲的这种投资哈，西方人比我们更加的愿意去了解他们，而且也会更愿意尝试去能够深入的接触。那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哈，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跟自己的中国人抱团儿，我不太愿意去跟非洲人去接触啊，可能比较排斥，或者是有点语言上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其实西方国家我们看到，很可能因为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他跟当地的人打成一片，吃住都在家里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基本基础工作做得非常的密切，非常的扎实的。那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实我们在这方面会欠缺一些。我想可能确实是要从综合以上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方面，整体来考量，来衡量中国的企业到底在非洲投资欠缺什么，我们需要改进什么。中非合作转型升级呢，正当其时，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期待呢，中国与非洲国家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飞跃发展，共同进步。好，再次感谢王璐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非洲精选。非洲精选希望能够为你打开了解非洲的另一扇窗。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